人是宇宙的精灵，本篇旨在揭示人体自身的奥秘，揭示人与宇宙关系的奥秘。这种奥秘当它未被揭示时，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千万种神秘现象，一旦被揭示，就将开辟一个新的科学、哲学、艺术文明的世纪。本篇将以对人类负责的严肃态度，一丝不苟地记录一切，展现一切。在这里，将消灭一切怯懦，消灭一切虚假。我们将在全人类共有的严肃审查的目光下，公正一切。我们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诚实，用我们的无畏，来揭示一个曾经是神秘的、秘密的、隐秘的世界，破译人类神秘现象，刷新人类科学文明。我们展现了大量气功高级功夫、人体特异功能，向全世界科学界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我们并且在本片中不止一次宣称，人体特异功能是人人都具有的潜能，只要运用适当的方法，就能将其开发出来，造福人类。那么，当科学家们向我们提出人的潜能到底能不能开发的时候，我们决心进行这项大胆的实验。我们选择了来自贵州的气功师梁光祥先生为合作伙伴。梁光祥先生是道家明镜功的传人。我们首先决定从开发盲童的特异感知功能开始。为了使实验具有严格性，我们决定选择全盲的儿童，绝对全盲，没有光感。我们查阅了全校所有盲童的档案，询问了学生本人、老师、校长及盲童家长，又经眼科专家们的现场严格检查，我们找出了几位生来就没有光感的先天性全盲儿童，做开发特异感知的实验。在这里，主要是开发飞眼视觉的功能。不要乱的猜，知道吗？我看见你看见吗？看不见就说看不见，知道吗？看不清楚就说看不清楚。我们开始练功，记住啊，中途不要睁开眼睛。这三个孩子是绝对没有任何常规视力的，他们终年生活在黑暗中，如果他们能对世界有某种特异视觉，那无疑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奇迹。明镜功开发人的特异感知功能具有明显效果。本篇在考察中国气功及人体特异功能现象时，从全国大量的功能者中反复筛选，选择那些最有代表性的、功能强而稳定的、经得住科学检测的、最具有研究价值的，推荐给全世界观看及研究。
注意力集中一点，老师给你加亮一点，注意了啊，亮，再亮，再亮。梁光祥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在一步步开发这三个全盲儿童的特异视觉功能，用我们古人的话讲叫打开他们的天眼。天眼的位置在人的两眉中心，神话传说中二郎神的第三只眼正是这天眼。这叫黄色的，现在看得见吗？能看见？能看见啊！记住啊，这叫黄的，你能看吗？记住这个颜色了，记住黄的，对，你能看吗？啊？对，大声的说。对了，这叫黄的，记住啊，这是黄的。这种再看，这两张，这是红的，记住了，认一下，哎，把它记住，能看吗？能啊，好的，记住这种颜色叫蓝色的，你们俩看见了吗？经过初步的开发，梁光祥试图让儿童运用特异方法认不同的颜色，因为这些孩子从小没有视觉，一切要从头做起。请朋友们注意观察明进宫开发儿童特异视觉的方法。开始测试盲童的特异视觉。下面呢，我的桌子上还是放两张图片，首先去看颜色是不是一样的，然后呢再看它是什么颜色，说准了就有。好的，妈妈先说。首先是相同还是不同？相同吗？好的，你看的是红色的。那么，哎，我跟你说了。我觉得是不相同的。那是什么颜色？一张是黄的，一张是红的。好的，你的呢？我也是一张是黄的，一张是红的。哎呀，大家鼓掌！两个都对了。那么你们两个呢？胜负来决，那我们再来一次，你们两个猜怎么样？我们两个猜。这两张卡片呢，你们看一看，它的颜色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在桌子的中间，坐正看，不要看一边。然后呢，再看一看它们的颜色是什么样的。对盲童的开发，一共进行了五个下午。谁的最对？看出来，马上举手告诉我，我就可以说。好的。我看它是不同的。不同的。它一个是黄的，一个是红的。唐大的呢？
森林里面。什么？无颜色。好的，两个对了。你见过什么颜色吗？颜色见过吗？我没注意。没有注意哈。嗯。那现在就是梁老师给你讲的这三种颜色，你知道是什么样子吗？我知道，就是说不出来。知道可是不知道怎么说。不知道怎么说啊？嗯。就这三种颜色，你心里边有没有区别呀？嗯，有点还能，就是。红的也不深也不浅，就是，那个黄的有点深，好像是黄的有点深，好像是有点深，就那个蓝的好像有点发花，蓝的有点发花哈。那个，你刚才梁老师问了三次。让你那个分一下，就是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嗯，这三次你全都说对了。嗯，你怎么分出来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就是把这两张卡片，嗯，就是前面并着，然后呢，这后边分开，然后呢，眼睛往这边瞅了，嗯，瞅完以后，我慢慢的移动到这边，一会儿，如果要是图像变的话，就是不相同；如果没变的话，就是相同。我们仔细体会孩子们对颜色的描述，这是从小没有视觉的孩子，他们不知道颜色是什么东西，对他们特异视觉的开发显出极大的艰难性。这是第五天对他们进行最后一次开发实验，梁光祥运用了明镜功的一整套功法，力图使三个盲童在大脑内产生一团光亮，用这团光亮移动扫描照亮他们要看的东西。眼科专家们始终以严肃的科学态度进行着观察。记住，认真的看啊！看完之后，然后回答我。好的，回答。相同的。相同的，能说出颜色吗？是蓝的。蓝的。那个黄小冉的确定没有？嗯，我的确定吗？确定的啊。嗯，是什么的？是蓝的。蓝的。好的。小冉的是红的。错了。嗯。那个唐娜的也错了，红的蓝的。晶晶的。对盲童们的测试结果并不让我们满意，整个统计只显示出了某种有价值的苗头。专家们及摄制组的全体成员都充分认识并感受到开发人体潜能实验的曲折性和艰难性。这个实验还能继续下去吗？一个很大的悬念。说吧。他们相同的。相同的。嗯。能说出颜色吗？嗯，看的是红的。还有凭那个平平说。我觉得也是相同的。颜色。那个，还有唐娜的。我觉得
相同的颜色。说不出来，对了，说不出来就说说不出来。平平的和小染的都对了。这也是我们给他们一次鼓励，鼓一下掌。问你一个问题哈，就说你看到的红的、蓝的、黄的这三种颜色，在你的记忆中有什么差别啊？比如说红的，就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也带点幻想，就跟那个不一样的，就是，然后呢再看了一下，然后呢再看的时候呢，这个红的好像就是。有另一种幻想，就是好像把这红的变成别的颜色似的，所以就认不准那个。看得见，我觉得好像能看得见。你以前看到过光吗？没有。现在看到的东西以前看到过吗？没有。这就是很好吗？这就是第一个进步，就是蓝的里面有点别的东西。我觉得蓝的里边好像带着别的颜色似的。蓝的，黄的呢？黄的就是发浓。发什么？浓。发浓。那一般咱们就说别的人，周围的人，比如说谈颜色，这个颜色那个颜色，你是什么感觉？没有感觉。有感觉就说不出来。说不出来。不过我感觉的好像跟看的一点都不一样。你觉得红领巾的红和这红一样吗？和这卡片的红一样吗？你感觉一下。我感觉着。来，给拿个卡片，你看感觉一样吗？一样。感觉一样。一样。那我再问你，校长，我问你的裤子，你知道吗？能看你的裤子颜色吗？全盲的儿童完全在黑暗中生活，感觉能力真是最宝贵的能力。黑眼镜吗？再看。我应该考品格了。能看你的东西，看不出来。好像我看我的裤子的时候，好像有点幻想。有点幻想。怎么就把这幻想太有时候不会想，就是一想这裤子就好像就是带点幻想的。有图像吗？我还是能分辨出来的。对盲童的开发没有获得足够有力的成果，它只是给我们留下了有价值的启示。许多测试及记录只是给我们研究人的常规视觉、特异视觉的生心理机制提供了宝贵素材。往下，开发儿童潜能的实验能够取得我们所期望的成果吗？我们与梁光祥先生合作这一选择是明智的吗？各种悲观论调笼罩着摄制组。然而，生命科学探索摄制组没有气馁，紧接着我们又选择了一组健康儿童继续进行开发特异感知的实验。在北京官员少儿活动中心，我们揭开人体科学史上新的一页。12个健康活泼的儿童是我们从一所普通小学选出来的，最大的5年级，最小的2年级，现在对他们的开发正式开始。我们希望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能认真观看这个实验。我们认为我们与气功师梁光祥共同策划组织实施的这项人体科学实验具有国际性意义。我们向全世界郑重地表明我们的勇气。我们相信人体的潜能是一定能够开发出来的。都拥有了这一种，获得了一种特别的智慧。大家说好不好？好。有信心没有？有。好的，那我们就正式的开始锻炼了。两脚不要并拢，微微的分开。两手手心微微的，你看，对着这个眼睛转。两只眼睛中间
我们一会儿呢，通过开发，就会看见一只，就像那个二郎神的第三只眼睛，知道吗？知道哈。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地方叫做第三只眼睛。在不停的旋转，注意力集中，什么都不要想，看着两眼之间这团圆光，跟着它旋转。好的，亮了之后轻轻的旋转，我就知道了，再旋转。好的，放下手，记住哈，跟着它旋转，不要想其他问题。注意了，老师加一点功，亮，再亮，这团光它不但具有能量，并且具有思想，具有智慧，所以我们通过它的锻炼，我们就将拥有很多的可以。梁光祥一发功，紧闭双眼的儿童在额头就出现一团唯有自己可以看得见的光亮，这团光亮颜色不一，缓缓移动，它渐渐亮如明镜，这个明镜可以照亮他们所要看到的物体。向儿童百会穴发功，让人联想到佛家气功的灌顶。看谁先看着自己身体里面的东西，可以看骨骼，可以看血管，也可以看内脏，也可以看大脑里面的东西，谁先看见了谁就举手。这是开发内视功能，内视自己的身体。现在大家大声地告诉我，看见的是什么东西啊？血管。还有其他的吗？肠子，你的骨骼，你的什么？肠子。清不清楚啊？清楚。你的看的是什么东西啊？我看的是肠子，还有肝、胃、血管。哦，肠子、肝、胃、血管都看见了。啊。清楚吗？还有心脏也看见了。还有心脏，认识清楚不清楚？就是一开始不怎么清楚，后来特清楚了。哦，后面特清楚了啊。啊，颜色清不清楚？颜色全是红的，就那个肝有点发白。哦，好的。我看见了血管。血管还看见什么吗？还看见那个没看见了。没看见了。嗯。那清楚不清楚？清楚。我看见膝盖骨还有心脏，就是膝盖骨是弯着的，就是这样，然后那个膝盖那块大骨头特别大。完了呢，心脏是在这儿，然后呢，跳红，有点发棕红色。能说一下你看到什么？我看到的是血管。能描述一下吗？就是特别长，有点发红。
亮起来，注意力微微的集中在两只眼睛的中间，看着那团光。对健康儿童潜能的开发是6天，是内室外训练相结合，课上教授与回家作业相结合，发展如何呢？我们在细心观察。记住哈，不能从纸的那个缝里面看啊，看那个大的字标题。这种比较好认的啊，看见人字，其他的看见吗？我看见那个发现世界，那知和岁怎么也看不清。这都没对。安样瘦了，安祥样子的祥子差不多。那您相信他有这种特异功能吗？您觉得？我相信他能看见现在，因为刚一开始练的时候，我也有点糊涂，我认为他好像是不是猜的，或者是怎么着。后来就是综合这几天吧，6天，加上今天是第6天了，然后呢，我觉得他确实是看到的，不像是猜的，因为他有好多东西他没看见的，是不是？你让他看，他也能看见。那耳听为虚，我想咱们还是眼见为实。我们深入儿童家庭访问考察，科学的研究不放过每一个环节。行吗？行，好嘞。女儿开始用特异感知来模仿父亲的动作，这是他们每日的家庭作业。哎，对了吗？哎，做对了。这个动作，你爸爸又换了。换了一个动作，又换了。你再看看做的什么动作。哎，又对了，好，又换了。再看看。再看一个动作。再看一个啊，咱们再看看。好，从前几天我们的训练来看呢，我们这些小朋友差不多都就说的陆陆续续吧，都出现了特异功能，但是呢有些稳定，有些不稳定。今天是最后一天训练了，训练的时候呢小朋友们还和前几天一样的锻炼，其他同志呢可以看一看他们怎么练的，功能是怎么表现的，可能对您有所启发。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训练。两肩放松，头要正，腰要直，两眼微微的闭上，注意力微微的集中在光团上面，随着它慢慢旋转，光团越转就会越亮，静静的让它亮起来。请所有的家长都认真观看这次开发儿童潜能的实验，这是一个开发儿童智力的杰出的实验。哎，对，不是光好，你先上来上一块儿，还有围巾也可以。哦，这个实在都看不见了，一点光都没有了。让他们试试。你不能做，让他们做。现在我们认为他们是看不见，用常规眼睛看不见，这点是被确认的吧？大家相信这点吗？啊，车大夫，你说呢？眼科大夫，是吧？相信这点。那我们试验现在开始，好吧？下面呢，这位同志手里面拿了一样东西。手里面拿了一样东西，你看一看他手里面拿的是什么东西。下面我们一个一个的回答。
唯一您的是看见的是什么？什么形状？方形的。颜色看出来了吗？发白。好的，坐下。坐下。都，咱们再接着说啊。那个。不要受前面影响啊。魏凯说。我看见了，好像是挺小的一个皮包。什么形状呢？一个，就是一个，跟有点近似于长方形的，很小的。是黄色的和绿色的那种颜色的。我好像也看见了一个书包。什么颜色？是，好像是土黄色。看见也是一个书包，那个有点长的，有点方的。长的，有点方的。颜色看得见吗？下面看一下，他手上拿的这个是什么东西？看准了哈，颜色、形状。看见之后呢，举手，然后站起来，不要说出来。哪位工作人员上来听他说的什么？好的，这一回，我们让每个儿童把自己看到的结果告诉一位公证人。以免报告时相互影响。你们来一公证人听这小孩说一下，好吧？小声的说，别说大声的。啊？说了之后就可以解开了，就休息。好。好的，来坐下，坐上。下面我来说。好，刚才我们做了一个演示，我们这次接受了第一次的经验教训，避免了第一个小孩的回答影响以后孩子的对这问题的判断，互相不起干扰。那么我们刚才每个孩子对工人讲的，工人都记住自己的孩子了。那么这孩子是谁？描述是谁听的？陈大夫听的。红色的。是长的，长方形，长的，圆的瓶子，好像是，完全是对的。这个非常好，它的描述是红的，红色的，长的，长的，圆的瓶子，这是不是可以说是很正确啊？好，这个叫田思文，你站起来，这是和哪个工程人描述的？好，嗯。声音大一点。红色的，长方形的，不大薄。那这应该说是颜色对了，颜色对了是吧？形状也应该说对。平面上看有点是这样是吧？好极了，这叫什么？焦雨。焦雨。像哪位工程人描述的？像你。啊。他说我看到一短瓶，我问他什么颜色，他说红色的。我说什么形状？他说圆柱形。他说的比较准确。比较准确。一上来就送暖水。好，怎么说？这个小孩叫魏凯，魏凯像哪个工人描述的？他跟我讲，他说看一个红的苹果，不很大。颜色对了，形状没对。好，对一半，对一半，我们也鼓励鼓励，鼓励鼓励。好，这个叫什么？李超。李超像哪位工人描述的？好，这个不太对，是吧？啊，形状对，就是说你从这平面看是个长方形，这个没有错，颜色和事物的名称啊，近着讲是不对的，是吧？好，我们也鼓励，是吧？又一个测试项目，以特异功能透视他人人体，有人说这是在模仿 X 光透视机，其实 X 光机是在模仿人本身具有的特异透视功能。人类将来终会发现，我们的许多科技手段不过是人体特异功能的外化。好，那咱们先进行一下，谁负责看头部了？头部以上的小朋友。好，
你先描述一下。我看他的骨骼，我先看他的脸，他的脸就跟那个一般脸一样，就是这儿瘪进一点儿。然后，又看见他眼睛跟那个熊猫眼睛，跟熊猫眼睛差不多，就是空的那种，也是椭圆形的。然后还看见他的嘴，他的嘴张着，然后这儿就露出特别特别白的那种牙。我看见头部就像一个骷髅架子似的。骷髅架，你害怕吗？我不害怕。他看见什么了？我看见那个眼睛就没有眼珠了，跟一个窟窿似的。鼻子就整个是一个跟鼻子形状似的那架子。哦，就是骨。嘴是一个就这么着，半张开的一个那个窟，挺大的鬼的形状那种的窟窿，露出来的牙，也露出来点牙齿。叔叔的胃，有好多黑点儿。黑点儿啊，完了，我的胃就是，黑点儿没那么多。我看见他的胃，上头有乌黑乌黑的，然后我拿我的胃跟他一比，我那也有，然后我就借了一下维林的那胃，然后我看他那个胃挺干净的，我就看他那个上头，就跟那李超说的差不多，也有黑点儿。也有黑点，你借的哪个小朋友的胃？他的胃肠功能比较稳了，消化吧。那天我记得是去你那之前嘛，就吐在外边，最近一直是胃不太好。等于是胃口不舒服。那孩子看见的还是有一个时期了，引起我自己的警觉了。因为他看见黑点，肯定是说明一个问题。大家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对今天观察到的现象，提出自己的思索，提出自己的问题。而且非常坦率地告诉大家，研究这个问题啊，和儿童的对话是最有价值的。这些年我在研究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的时候，有很大的收获启发就来自这种对话。你有时候比如说见一个有功能的人，甚至还有的人还是大师，但是大师们有时候说话呢，也可能反而把问题说得比较神秘化。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跟孩子们说啊，孩子们就是非常真实的告诉你他是怎么看的，他是怎么感觉的，他的过程是什么，他那个心理生理机制啊，从这角度能够提出很多很多探索的线索。你不要带着一个框框，你就真实的问他的感觉是什么，有时候很有意思。通过什么感觉来看到，比如说我们那个给你们展示的一些东西哈，还有我做的一些动作，然后你在做的时候你自己有什么感觉，而且你是通过别人说是刚才我看那小杨老师说有一个光团是吧，是通过这光团呢，还是通过你怎么看到的？我想就是了解一下，就是说你们这个过程哈。谁来回答？哪个小孩说都行。这都有几手的了已经。我也敢说吧。你先说吧。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光团是一团能量，这个能量它可以透过任何东西看你想象的，看你想和想象的东西，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哟，真棒！我想知道，他怎么就能那么快地猜出来？而且只有5天，你在看的时候是不是像那个动画片里的刷刷刷刷刷就看了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电视的时候，清楚了？哎，我就很奇怪，是从黑的屏幕上出现的，还是白的光团里头刷就出来了？行，我很感兴趣。我先把光团弄亮，然后呢，就是，就要是看什么东西就想认识什么东西，然后呢，再用那团光团，就是像那个叔叔拿的那个东西，就一扫，那个东西就出现在那个光团里了。光团在什么位置？光团就在这块。有一个乒乓球那么大的，我就感觉就是他那个通过，如果他通过的眼前不是有一个光团嘛，然后通过这光团的照射这种东西以后，然后是不是还和那个大脑
联想的一大脑的细胞联想在一块儿再反应，然后通过这个来再次这个问题就很复杂了，来判断能不能采取这个。因为我对这研究教育啊，就对这个开发学生智力啊很感兴趣。对，如果要能把这气功令到学生的这早期的智力开发上了，这样可以就能够使他那潜在的能量发育出来，就不必到现在就是对学生啊进行大量的练习什么的，来通过这个来提高学生智力。我就是原来我的题有时候口算不是就是很难的口算题，我原来算都得用笔算，可是现在呢经过大脑一思考那就能算出来了，还很快，不像原来那么费劲儿。原来的思考题原来我都不会做，一般都原来思考题都不看，可是现在呢见着思考题就特别有兴趣，就是想它能看做出来做不出来。我觉得好像跟大脑思维有关系，因为我每次就是用光团看见东西以后都是怕不对，然后再用大脑就是按着那个形状再一想完了以后基本上就都对了。就是我在家里弹琴也吹号，就是我老在弹琴以前或吹号以前练功，我练完功，因为我练功必须得心特别静，我练完功再弹琴就觉得效果又提高了。哎呦真棒。我觉得不能用大脑想，如果想的话，万一如果好多东西都是你形状差不多相似的，如果你要想讨论起来了，如果你要想的话，万一要是错的呢？所以你必须就是用眼睛去看，看清楚了这到底什么东西以后才能说呢。如果就瞎想的话，看，结果不会太准确。他说的眼睛还是指那是第三只眼。第三只、你们那个光团在你们的眼的中间以后，你们要看东西以后，那光团是不是随着你们这个转动啊？是吗？是。我们光团是有方向性的转。还是没有方向性的，是怎么转？顺时针，对，觉得什么速度最舒服呢？都举手，都是哪？哎，你说吧。我觉得就是钟表那个秒针走那种速度。哎呦，这回答真棒！像秒针一样转动的速度，转的最舒服的光环。我就说那个光圈转的时候，是不是由你们自己控制？想快就快，想慢就慢。那你们回答回答。是吗？是。心灵感应。心灵感应。这个还是。